应该是我在此之前十年一直在拍一些把自己隐藏的一些作品，消失的意义表达出来。对中国艺术，或者对这种说我不懂艺术的人，都有不同层面的一个反馈。我觉得不管是什么，我觉得他能够关注本身这个作品的本身的一个程度。我呢也试图去找一个能够突破自己的一条方法。然后从去年开始呢，我就在考虑让更多的人参与我的作品。其实最早的时候，我是在。
一个合作，他会给我用他们的形式去做作品。